主席、各位同仁，本席与本院委员陈振香、廖正景、王惠美、吕玉玲、徐欣盈等23人，有鉴于客家委员会成功地将桐花打造成为客家的族群意象，于春夏季之间广邀游客探访客庄，感受客家文化与人情味，可惜除了桐花之外，并无其他意象能延续桐花季之盛况。原此建请客委会可针对客家经济作物茶，将之打造成为客家另一个族群意象，在秋冬时节与客庄内大力推动与行塑。具体建议为：一、参照桐花季成功推动的模式，打造冬天游客庄，接受奉茶热情；二、配合台山县客家产业群聚亮点辅导计划，推广茶食文化；三、于12大节庆旗舰计划中纳入奉茶热情活动；四、结合客家文艺表演团队重现采茶意象，将茶文化接续桐花季，用以开发客庄经济与观光文化，是否？本院委员陈碧。